dee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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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eep。 听说关注这个号的人都幸运了，每日分享情感美文，读别人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，感悟生活的哲理，享受智慧的快乐。疫情泪流下是因为瓦解了脆弱，一段话入心是因为触碰了心灵。欢迎大家留言评论，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